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auren 梁心怡。除了当选手之外呢，我今天就是最前线的记者。猛兽营业中，至少节目名称有讲对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就是要来访问各个非常疲惫的选手们。首先是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Crispy 四乐团，我是 Skippy， 我是丁布拉丁。嗨 ，Hello， 我是阿扑。嗨，我们是糖猫。大家好，我是 Maska。阿普，听说你是小雨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初中的时候就听小雨的歌。除了小雨，你没有听别人的歌吗？当然了，你的歌也听了。啊，开玩笑。然后是不是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？就是以前你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呢？对，我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当时就把小雨的歌的歌词抄下来，然后送给了那个女生。那她有接受吗？就后来并没有怎么样。所以你一直说小雨的歌其实不太管用哦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歌要慎选，是我的问题吧。好，所以是哪一首歌你还记得吗？想你的习惯。每天想着你已变成习惯，一直幻想你在我身边。